中国有句话说：“小练少林，中练形意，老练太极。”因为形意五行前头发的都是练劲，哦，所以那你在练这个，你要练阴阳八卦掌，所以叫做铁拳。你练起来那个手的力量都会很重。那我们一般如果你只有练形意或者只有打拳的话，你功力不会出来。所以形意五行前的五个，而且岳飞在练兵的时候，他就五个动作而已，叫做劈，劈呀、啊，哦，劈就是你看他打形意拳的时候，这个手就拿哦，这样拿起来。就对着你，然后手打开，这个打开，然后他这个手是我一劈的时候，这个手灌上上来，嘿，这叫劈，知道吗？哦，然后这个手进去的时候，这个嘿，这叫劈，知道吗？这劈，那劈的话就是要把兵器劈掉，我、哦、把你进，我把你兵器劈掉，你攻击我的时候，所以练习的时候这个来练，他这个手，对吧？你看这个手端住的时候，这个劈哦要练手，这个手就是劈脖子，知道吗？一嘿二，这里知道没有？哦，来正月来。我气人啊！好、哦、像你两个在搏击的时候，你一拳我一拳，对不对？但你不能跟他拳换拳，比如说他手比我长，你进来，你进来的时候，我把你这个手劈断，啪，知道吗？哦，只要你球进来，然后你过来劈掉以后，砰，这个就进去了，这脖子听懂没有？好、哦，这是劈进劈的动作，劈不是这个，所以劈要练这个。来哦，它这是八卦掌里面阴阳八卦掌里面有八个地方。就是这个叫做暗掌，哦，这样拉起来哈、哦，你看这个手，这样打下来，这个掌，这个暗掌，就整个掌这样啪啪劈下来，听懂没有？那这叫做挂掌，挂掌，哦，这边拿起来，你看这个手，握拳头，哦，这样挂起来，知道吗？这叫做挂掌。好、哦，啊，你普通你没有练过的话，这那一打的状况要好几块，哦，所以要练到练完以后再去擦掉，哦，所以这叫做挂。哎，谢谢奶哈，好，然后等一下那个我们那个正常准备一下，他的这个掌是要打哪里？哦，像对他打中，像哇，你看这个好难，打中的地方，知道吗？哦，或者你进来的时候，他整个哈、哦，像你这进来，我躲开，这整个就挂下去，这从手这打一打的话，你就会就了，哦，或者打的你看哈、哦，这哦我。嘿，不错！你拿进来的时候，我展开的时候，这啪从这里打进去，你那是会的，我比较难打，知道吗？这打中的话，整个会裂开。哦，那这个挂掌是哪里？挂掌是打动物的。哦，所以你看，你看这三，是从中间就挂进去的，从这家天灵盖这里打嘛，这打才会裂开，知道吗？听懂没有？哦，所以你看这样，来一边他一头，哎呀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这从这里就进去了。哦，那你练习的时候是？这个掌在这里要硬握、哦，你看这个手端好，敞开，一、哎，知道吗？听懂没有？哦，或者要接他的腿，哦，接腿就是你一个你进来，我从就从这里接下去，哦，就这个硬，或者我们这个叫硬的东西，知道硬，因为这叫硬，哦，那劈的话这叫切，哦，切的话你看这个手，哦、这个手从这里切下去，从这里不逃，叫不能破后脑。听懂没有？知道吗？知道劈就是用这一块，知道没有？好、哦，那用练铁砂掌是擦，那现在没人在练铁砂掌了。铁砂掌用铁砂怎么要不服？踢足啊，那练的肯定会下掉。你药不够的话，那还是泡药。哦，那是用拐子。
哦，所以这八卦掌里面有八个，十的还是哪？啊、当然啦、啊，因为它里面空，然后水道一打的话，你会。它一空的时候，你这样这样过来，然后你看，空够了你不要紧，你就跟它这样就是了。要怕开这种空破，那就更烫了。不想玩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你这一这里面空，有时候而且我们有，把你打两下就没有了，你就要打一百个。所以你就要这样练，慢慢练，这样练，你这手就有力了，听懂吗？你回去，你再也只准备几个，你这一件有弹性的。听懂没有？阿婆全部在练功，啊！你搞破解的破，阿们骗人诶！你的砖块是脆的，砖块一直在这，最难练的是铁管跟这个铁供铁管，你看我韧性的，听懂吗？啊，这个有韧性又有弹性的，所以要慢慢练的，所以要练一百下破，一百下它才会破呢。这有韧性的东西耶，练的叫千锤百炼，千锤百炼，知道吗？啊，你不知道，你才有力嘛，帮你来。千锤百炼这样练，知道没有？过来，嘿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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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要去买这种哦，你一定要去买，要的，你说你不要丢掉，然后我拿来练，哦，啊，你等一下，你这个手，这个是这踢球。哦，像我们以前这个都要打了几百个，不晓得，而且我一锤到这个手，所以力量它就这样练出来，听懂吗？好，所以真的要注意看，这叫行五拳，你叫阴阳八卦掌。哦，你看这里是挂挂，哦，这叫做硬，这叫劈，这叫切，这叫按掌，知道吗？听懂没有？哦，所以说你要慢慢练，所以行五拳前你一定要，哦，像你要练过这些掌力以后，你才有够啊。你没有这样练的话，你刚才怕打拳的话，它没有功力。所以你石头拿来打还是碎，铁管拿来打还是碎。哦，那因为椰子这样，椰子是可以让你一直打一直打，因为它有弹性，知道吗？那你砖块打的话，打了几十几百块，打了那你要怎么拿？你拿去哪里丢啊？啊，砖块是硬的，这样打砖块是硬的，很简单，你一下子几块就切掉了，知道没有？啊，这不简单的，这一块你要打到手肿了，知道吗？这叫练功了。好了，哦。所以这是叶飞的叫做哦，这是哦，我们这块是把这条片，那再来五木七边，五木七边的形状。老板们，错，打开错，等下把这个，对错，下好，然后这个翻身过来，啊，嗯，好，对，不，转身。拿到后端，要不要对？